他就是受无数电竞玩家膜拜的海纳百川。 龙吟战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成立，三神巨头，龙吟一定会成为电竞界的一匹黑马。龙吟的宿敌，你永远都回不到电竞比赛。 电竞圈本来就是一个市场，你跟我不过是一个棋子。Go go！我一定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你是不是要把我弄掉？你也就是个离开父母不能活的寄生虫。我龙吟的每个人。 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，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不是工具。你们是要光荣的退出，还是苟且的逃跑？来啊！我要灭了他们！今天就要把龙吟斩于马下。今天。 就地是恶战，战斗到底，绝不放弃。Victory。